要點呢是跟大家講呢煉木人裝的目的和作用。咁佢目的作用係乜嘢呢？因為你平時你練嘅功法，譬如話穿橋，咁啊穿，或者千字咁劈，咁究竟嗰個作用係乜嘢呢？穿橋、千字啊，或者扣劈。咁呢個咧，你通過嗰個木人裝嘅練習咧，你對於佢呢個技法嘅掌握係會加深一步，實際係點樣？咁第二方面咧，喺個技擊裏面咧，有一個叫攻防距離。點用咩叫攻防距離呢？其實最佳的攻防距離呢就是一隻腳位。咁如果你太過埋，你發勁唔係咁好發；太過遠，你又打唔到人，發唔到力。咁佢啱線咧，你要喺呢、這個喺嗰、那個當你操裝嗰陣時咧，你係要熟習到，譬如啱啱被劈到啦，或者閃身上去個步啦，打到啦。咁呢個攻防距離咧係要慢慢掌握。另外咧，那個目的作用裏面咧，仲有一點啦，就係、是、咧你自己嘅四肢，即係練習者嘅四肢嘅夾打能力同埋關節承受能力。因為平時你就練打空拳，但係你到時你碰撞裏面，你個四肢你撞上去嘅，咁你有一個夾打能力係增強嘅能力。咁另外你個關節皮打落去，呢、這個關節承受得起個衝擊力咧，嗰、那個踝關節打落嗰陣時。個反震能力點樣接受？咁你通過個練習就會加強咗你個四肢嘅夾打能力，同埋你個關節嘅承受衝擊嘅能力。咁第三個要點咧，係預防損傷。咁預防損傷咧，一般你做任何運動都係之前要熱身，熱夠身去。咁做完運動之後，需要做翻調整運動。咁但係打木人裝咧，佢因為咧佢要攻擊個木人裝，你個熱身咧就更加要咧就要做好呢啲肌肉嘅熱身啊，或者個關節啊個柔韌啊，做翻好呢啲咁樣先得啦。咁另外有一點咧，需要注意咧，係要嚴格遵守呢個微量遞增嘅原則。因為有一啲年輕人一落去，哇！搏命乒乒乓咁打，咁有陣時咧，你太過用力咧，而你自己本身你個夾打能力啊，你自己啲橋手嘅力度未有咁好之前咧，咁好容易碰傷。咁所以開頭其實唔需要大力嘅，譬如話慢慢一個一個咁去拆啊，或者喺呢個裝裏面做一啲嘅咁啊攤掌啊，或者擊拳啊，慢慢承受到嘅能力。一步咁去增加。咁另外仲有一個竅門係乜嘢呢？其實如果你碰佢痛嘅話，你可以再去將佢撬厚啲唔對啊，或者甚至咧揾一啲個繃帶扎住自己嘅手啊，咁你打落去嗰陣時好容易受傷。咁慢慢練到你有功力嗰陣時候就去插落去啦。咁另外咧係傳統呢個無人裝法呢個教授裏面咧，好多時會乜嘢呢？係練完之後係會有一啲嘅洗藥俾你自己去洗。洗咗之後咧，再做一啲調整運動，等啲氣血循環，咁樣咧就會比較快脆啲去恢復，咁咧冇咁容易去受傷。預防損傷裡面嘅要點裡面咧，重中之重係乜嘢呢？係預防，因為咧我哋唔係話教你哋去治療損傷，因為咧喺個中醫嘅醫學裡面咧係治未病，咁所以咧係預防勝於治療。在過程裡面你嚴格遵守剛才這些規則的話，盡量避免損傷，就不是說教你們打傷了自己就怎樣去醫，當然打傷了之後會去醫，但是盡量避免，不要損傷。